为你带来好听的乐曲，爱爱的游园是你，来，好朋友再次抱歉，来欢迎一下，好。主持人、评审老师、各位来宾，大家好。
请这位哈编号四号的陈峰三先生，快点把这变起来，然后朋友就过我他的娃娃箱进来。谢谢主持人，评审老师，请嘉宾，大家晚安，大家好。
大家好。 Thank you.
28号的陈丽丽，带来好听的歌曲。 比来是高啦，来好朋友抱一下啦，比路拍拍拍一下，OK？ 评审老师、各位嘉宾，大家晚上好。 这是我们八号的陈丽丽，伊讲伊呢继续，这位带来这首好听的歌曲，编号第9号的苏金明，带来想好听代表咱台湾的一首好歌，来，对对对，就咱大雄好比万能成对的呀。 万里归万里乡。
Thank you.
国聪为大家带来这首好听的歌曲《爱姐》，罗大毛欢迎他。乐队老师、观众朋友、主持人老师，大家好。
谢谢。
蔡伟哲为您带来这一首好听的歌曲《One Night in Beijing》，来，掌声我们来欢迎14号的戴伟哲。
好听的好听哈，而且由我们的高手们唱出来呢，意义更是不同。这是呢第十五号，那么接着下来，我们要来欢迎的呢是编号第十六号的陈同仁，他呢所挑选的歌曲，也就是呢刚刚的我们的指定曲，起码我呢自选曲的方式唱给你听，好不好？来，那是万回头来看你的曲，我们掌声来欢迎他，谢谢。谢谢主持人、吴迪老师、评审老师、现场来宾，大家晚安，大家好。
一个吉祥，吉祥的。
都已经关掉，为敬贺。来，我们的参赛选手登记第19号的戴怡涵，带来这首国际好听的歌曲《世界名曲》。堆堆堆，来，掌声来欢迎，谢谢。
问。